要去哪呢？看看他的发色多么像 Japan 的。对，没错，我们这次要去的就是大阪。虽然我已经在三年前，就疫情前的时候去过了，不过呢，南野还没去过。这次要搭凌晨四点起飞的班机，就是很想要睡觉。反正我们第一天排的行程蛮 free， 去大阪梅田买衣服。我们今天很晒，但是我前几天看气象都说大家还穿短袖短裤，结果我今天整理完行李了，都到台北了，再看一下大家讲，今天大变天呢，然后我全部带的都是无袖。我现在在机场就已经快要冷死了，有一种当初去韩国出来。还好我们第一天就买衣服行程，已经都睡死了，红眼班机好累。好冷哦！我刚刚讲说外面是开冷气哦，所以原来就是大家说的日本空气，日本空气啊，有一个淡淡的草味，但是比较干燥。Hello Kitty， 这个票价说现在，因为我们台湾 KKday 特价跟巴士差不多，比较快。在这个 Luca 旁边，它就有一个寄物处。因为我们行李太大了，它塞不进那个柜。我们可以看招牌上面就有写一个贺物，那、啊、你就走过来这边就可以寄放。这边比较便宜，小的也是800，大的也是800，所以如果是大件的，来这里放最划算。因为我们刚刚在旁边看，是大的一天要1500日元。刚刚马上买了一个梅子的凤凰，很香哦，有那个蒸鲜的姜的那个味道。这蛮好吃的，它米很好吃。梅子跟姜末啊，那米质真的比台湾好吃，对，分量比较大，162日币含税，50块啊，除以40，吃完这个就不想回去台湾吃玉饭团，台湾的玉饭团的米跟就是硬的一个东东，这才是真的米。找到炒面面包了，我们跑到车站外面的 Lawson， 心心念念这个炒面面包了，我还买了一个林志玲啊。好香！今天太早来了，来吃早餐。嗯，装碳就是味道。我要喝牛奶，它不是保酒乳，它是鲜乳。鲜乳，它上面要写100%。日本好像有限定，那图片不能鲜奶才能这个蔬果汁，如果有真的水果才能爆汁。我们刚刚买到衣服了，日本的衣服真的是不便宜耶！我当一套要买下来3000-4000块跑不掉，单件衣服差不多也是都1000-2000。但我男友刚刚也有买到，超帅的，过几天就穿给你们看。哇，我搭的真是太好看。我现在逛得很累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吃饭。我找到一家居酒屋，感觉还不错。错，这一整条街都是居酒屋。哎，休息。对啊，2、3、4都没开。啊，好衰。我的怀疑吗？不好吃，拜拜呢。可以啦，休息啦。饭店门口不远就有鲷鱼烧，满满的红豆，冬季限定的栗子。我最好奇是栗子，日本的栗子听说比较甜，蛮甜的。他们好像会特别加糖下去熬，超甜，超好吃。看我跟你吧，我比较喜欢红豆，我喜欢栗子，栗子泥耶，满满的栗子。我觉得栗子泥会比较多，对，栗子泥。有比红豆的，我觉得它红豆做的很刚好，所以搭配它这是偏干，它是有一点红豆壳，因为它皮超好，真的是发源地推荐的，不然都变成鸡蛋糕保险。就我们刚刚睡一下，就6:30了，那我们睡饱现在要去吃饭，我们明天要去环球，今天不能太累，要休息一下。刚吃烧鸟，我们这次不走行军式的旅行，我们走的是放松跟休闲。黑尾鱼的感觉。这个就都撞一杯了。你不是想要吃什么吗？这个吗？我只知道麝香葡萄大颗。这个麝香，100克的酒吧。温泉蛋呢？
黄金腌菜，这里也超多起，掰开就可以吃的起司。好啊，这种比较这个哦，感觉很好吃哦，这感觉很好吃，来喝喝看这两个好了，两个拿摸一下，想说发生什么事。干嘛？我们现在吃饱饭要去泡温泉了，我特地挑的这间饭店是有温泉，有温泉。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泡澡的感想，我觉得这里的澡堂真的挺舒服的，它里面很干净，而且它这家应该是蛮新的饭店，所以它里面的设施都蛮新的，环境打扫的也很干净，也有附饮水机跟置物柜那些。那重点它里面的澡堂呢，也定期有人会去打扫，所以也是很干净。可能因为我今天平日来吧，所以人没有很多，因为大家通常都是泡一下下就起，其实澡堂不会到非常的拥挤，不过假日的话我就不确定了，而且这边订假日的话会贵蛮多的，推荐大家可以订平日来比较划算，而且都不会人挤人。我刚刚本来没有打算在那边洗澡洗头的，但我一进去我发现它的吹风机竟然是 Panasonic 的 NA9A， 就是我一直在用的那一台，然后我就决定在那边洗头洗澡，因为房间里面它附的吹风机是这个，这感觉是比较普通的那一种，1000多块的吹风机，我应该要吹到皮笑，我就直接在那边洗了，唉，超舒服的耶，我觉得这家饭店好超值哦，如果早点订，它可能会更便宜。如果你们有规划来大阪玩的话，蛮推荐你们住这一家的。那详细是哪一家饭店，大家可以再到 IG 私讯问我。你回来了，吃一些睡前保养。你刚回来吗？嗯哼，一阵子了。这就是我的目标。什么目标？男人矜持啊！我要在那边成为最后走的人。你谁泡的久、哦？我那边的人都泡一下消起来。我那边也是啊。嗯。有很多是刚好也是就在地的。我遇到都韩国人呢、欸，瞬间回到韩国的感觉。我有遇到韩国人，不是胶原蛋白跟玻尿酸。中国人是家庭，然后香港人也是家庭，嗯，然后日本人，然后应该是巴西人啊，补钙固骨头的。我发现我日本人还大。我在录影。太劲爆了，这个不能剪出去。哎、欸，我也在喝他们的水。还蛮正常的。哇，我们到了！我们竟然这么幸运遇到下雨天，而且就只有这一天。要不要捞水先吃点？好啊，没有捞这样。今天等一下进去应该也要拍一下。对。那雨欣应该不用去剪，就是。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传说的飞天翼龙？谢谢。对，有人说他可以来吃蟹蟹，先帮你拍一张呗。找入口，入场这里。大家一定要先带网牌，不然到现场要浪费钱。不能带吃的进去啊，他们会检查。他的猪排超厚的啦。今天相片的食物来讲是水准好，有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吐司不好吃。对，了解。OK 嘞。绿色的。哦，那我就当然绿色的。对，绿色还蛮适合的。什么适合？戴绿帽。男生不能说适合，因为你头发很浅，可以的。那你这节上走啦。对啊。Go， 我们立刻。那我们要先合照一张，是不是？算可爱。现在要进入哈利波特的世界，看从巨石在这里。当马里奥闯入哈利波特世界。你看，人家他们连树都有看得懂。对、啊。上了那个氛围感。哇，好扯哦！现在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玩一个快速通关。环球魔鬼恐怖传说。我们刚刚玩的哈利波特啊，超好玩的禁忌之旅。我其实本来没有抱很大期望，因为我看他原本是那种，我以为他是看影片的。因为你们知道六福村有那种4D 的，就超级无聊，你就是坐在椅子上，就是像看电影那样，它会动，哦，就给你看影片。可是刚刚那个哈利波特，它是室内与消费车结合 4D 影片，所以你是在那边飞呀，在那边转，就看得很身临其境的奇幻。对，它就是不只有4D 的影片给你看，它还有结合实体的魔物，所以伏地魔都有真的哎。对。
这里是纽约区，我们就从哈利波特出来就走到纽约区了。天啊，这里到底怎么盖起来的？好强，太扯了，你们看，超夸张的，到底怎么盖？真的，我真的，我刚好上完厕所遇到宝可梦，他们在游戏。错，对啊，真的还不错玩，推荐。可以买快速通关，它出来还会拍照。对，可以选照片。我们现在要来拍照片，它还会有什么本本，收照片的本本。照片有点像是做成一个报章一样。对，对，这个很值得买。Nice reaction， 耶！哎，真子很恐怖哎，哇，太阳好大哦。可怕，它都暗暗的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可是它室内云霄飞车的惊悚程度比以前几个都还猛，对，跑更快，然后落差感更大。对，对，而且都是黑黑的，我有点晕。天气变好好哦，好幸运哦。咒术回战我们刚刚有去看，我觉得蛮无聊的。如果大家有多时间再拍就好。对，超级无聊。你刚才也叫得很夸张哎，我们不输我们后面的，是因为会头晕，所以你都不玩？没有，是因为可怕，我都不玩。我们交往到现在，我们一次游乐园都没去过。我们对耶，我们完全没有去。我们完全没有去哦。你问我是要去游乐园，我都说不要玩。那怎么那么高的，你也没办法玩啊？啊，来这边得玩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反而还好，换我怕了，我老了。菲欧娜。鞋猫菲欧娜，我们现在要去任天堂，会先经过。这边也很精致哎，还有 Hello Kitty。这边都是一个设置给成年的。那你比较适合去迪士尼，这个是要给小朋友。我们刚刚本来要去任天堂，但是太早到了。太早到了，所以先来旁边的侏罗纪晃晃。来到小小冰园区了，环球真的很大，太可怕了。我们都还没去任天堂园区耶。啊，超多小小冰的。我男朋友现在刚做完那个针子，很不舒服，所以他在椅子上休息，自己跑过来这里看，可爱。这里也有一个游乐设施，排110分钟，哇。我今天没有时间排。没有。Nintendo 不小心 Nintendo， 嘿，我在卡斯尼 ，OK 的。OK。耶，换我们进任天堂了。走喽。哇！哇！太厉害了。太扯了啦！太浮夸了吧！太浮夸了。玛丽欧园区耶，好扯哦，好扯，怎么盖的？我现在已经累到有眼神，然后排，然后吃饭还要排，大概半小时，半小时多了。知道，我已经体感觉得应该有一小时，我很想吃东西，但是我们现在终于要排到了，超饿。超级饿，又饿又累。哇，这里的用餐区好可爱。我现在饿，你知道我现在饿到我看到别人桌上有剩的，我都想直接捡来吃。我就收到人家在乱转的，坐下来了，终于环球第一座。觉得我要接收吗？我们来收收看，会得到什么奇怪的照片？奇怪，日本人很喜欢这个乱转。这个感觉不是日本人。AM， 他在乱拍照，笑死！而且这个好像是说服务员都会帮忙拍照，再传给你，再传给你。也不是他为什么要也转？哦，没有，应该是他朋友转给他的，我笑死！转转转，东转西转。那这边发了 Kino 粉，现在把它吃完，味道还不错。这个有点贱，还可以，是游乐园餐来说很好吃。对。
当然缺点就是贵，但是贵不是它的缺点，是我的缺点。我吃饭你知道吗？哦，好，给你吃。是哦，还要帮你切小块。那你还饿吗？我等一下吃那个啊，会饿吗？可以啊。你还可以撑呢、哦。我是有休息比较好。你吃啊，你吃，你先吃。好。里面我叉子没有用，可以换一支叉子。超可爱的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他们的奶油其实都很好吃。很好吃。怎么讲？这两天吃到奶油都很好吃。好黑哦，然后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刚好最后一个是玩迷你，我觉得迷你放最后一个玩很棒，因为我们就是被变成迷你，最后玩玩很开心的，又变回人类，就跟我们现在一样，我们要离开环球了，我们要离开这个梦幻的世界，回去当社畜。没有，我不是社畜，没关系，至少你是赚很多的社畜。难怪我有那个日本朋友，他就说他直接买年票，他跟我们拜拜，还挥得很大力的。对啊，好可爱哦。我们等一下要去吃烧鸟呗。跟你们说，你们星星跟那个什么爆米花，最后再买就好了，最后再不用在那边背得要死，我排得要命。而且我跟你们讲，是买那个他们这个星星爆米花，它是可以分开的。对，他会问你要不要分开。我跟你们讲，当然是要分开啊，不然你回去这个怎么洗呀、啊？当然，如果你是买马里奥汽车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洗哎、欸。而且它重点是它爆米花是好吃的，好吃的。你怎么信叉叉秀好吃？我们来跟大球拍照。耶，我慢慢都看不到。我们现在来吃鸟贵族，这个有中文的简餐版，是吃的多外国人来的。我发现的，因为它这有地球啊，这样我们就不用在那边猜的到底是什么呢。对啊，好强哦。那虽然它这个有图啦，也还好，因为有一些比较在地的店，真的就字而已，蛮多在地人会来。香辣，香辣，先来了一杯超大的酒。你们看多大！先喝喽。先来喝我的仙女神器，仙女神器的法宝，法宝，漂洋过海，维持身材的法宝，淀粉高，然后还有不易形成纤维，一条条跟替代的神器，还有一个酵素，不怕胖，吃九国英雄就好，别喝酒。缺水。看我们点了多少，想吃什么就按，因为我们在怀疑它到底是一串还是两串，就是两串啊，好划算哦，难怪大家都会。台东，嗯，它的酱油很多耶，它酱油的奶汁没有那么重，它不会很腻。我这边我刚刚拿了一些鸡肉。鸡软骨不就筋膜干，太好了。这个一口这个好爽，它干没有什么，没有腥味，素也不错，是那种内脏类最怕腥。软骨比较多肉，但是你想烤软骨的话，盐味加一点奇味，加一点奇味，好吃。嗯，单腿辣椒就单腿那个香料。然后先吃完再干，干冷掉的话有点过硬。这香蕉很好吃哦，想买。买，好好吃，好。这是花椒加香蕉，比昨天也香吗？太爽了，大怪！我都很懂他怎么这么爱吃，原来是我以前没有找对食物吃啊。今天这个价位是很划算，360日币，
这个鸡胸肉四五块啊，对啊，台湾占六，然后蛮大，反骨绝对不能这样，反骨看你台湾七十吧，它不会因为便宜。他用的就是臭鸡，不会有那种腥味。对，像我们昨天吃的那一家，它的肉就是当然比较好，它才可以吃到半熟。对，因为我们昨天吃的很多都是半熟。半熟。所以呢，我会觉得如果想要吃半熟的鸡，跟国内的它应该比较高一点。它应该比较高。那如果你想吃好吃的串烧，就可以为了很方便串烧，日本人下班都在一起。